天，不用再努力了。这个皮裤，而且你发现没，这个皮沙发其实整体的跟它这个身上的颜色比较搭了。对，它其实都属于蓝色了。对，感觉融为一体了。融为一体，意思，咱只能看它下半截，上面这是隐身的吗？不是，看不见身体，只能看见头在上面。说这个，我忽然想到，我原来有一个闺蜜，她就是比较，就是比较懒嘛，然后她就躺在那儿，然后躺到沙发上，她娃说：“去你帮妈妈拿个啥？”妈妈，你为什么自己不拿？哎呀，妈妈，这个沙发被沙发吸住了，还有魔力，妈妈被吸住了，动不了。我怎么感觉你说完以后，我就想起，哎呀。不是我不想起，是床把我拉着，他不让我起啊，那种感觉。这回这个鞋，我不是不想脱，他不让我脱，太好看了，你说咋办？你说啊？你说他就站在我腿上，我有啥办法？是不是？